夹子大猫也太矫情了吧，说他几句就哭。和大猫聊天，其实我天天和大猫在一起，每天都在和他聊天哎。不过和游戏当中的大猫聊天我还没有试过，我们去试一下。我看到了，这是我和大猫的家呢，双层小别墅，我很喜欢。大猫在一楼，手机在二楼。看门狗小徐，嘿，小飞棍来喽，这个切切烫屁股，天哪，好夹呀，我受不了啊、哦！我看到了，山寨大猫你好，我可不可以打你呢？算了，先打个招呼吧。嗨，你好。嗯，他怎么毫无反应？可恶，叫你打我，什么情况？对我生气干什么呀？关门放圈圈咬你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居然还嘎了，这夹子大猫也太矫情了吧，说他几句就哭，还真的是。阿巴阿巴，我是大傻瓜，嗯，这个我承认。我们再做点其他的动作，做个皇冠呢，宝子好棒，做个爱心。回答我所有的问题吗？不管答对或是答错，都会给你一些奖金。我最喜欢什么颜色？肯定是紫色。那国庆节我们主要干了什么？照顾家家点点，购物结婚，胖达小徐结婚。2022年的国庆之前，我熟悉的演员是谁？其实以上演员都有熟悉，坤坤、婉晴、桑洛。作者什么时候认识我的？那他什么时候认识你的？啊，这道题随便选，回答错误，万物的选 C， 居然是不正确的。